马上来关心天气了。今天跟昨天的天气差不多，中午前后甚至感觉还有点热。最主要是因为台湾附近的飞烟场现在是吹偏东风哦，所以整个气温方面，我们来看各地的清晨的低温大约只有20到22度左右，高温部分在东部会有26、27度。至于西部地区都可以来到30度。日夜温差还蛮大的，就提醒早出晚归的班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了。那么同时啊，我们看渔区预报，雨下的也蛮少的，全台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就只有在迎风面这里的东部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大致上都是晴朗稳定的。 不过还要提醒啊，这今明两天在东部基隆北海岸还有马祖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会有床浪发生几率，海上作业的观众朋友也务必要小心安全。